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10月30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9月22。好，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。啊，你好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，谢谢。请师傅看一个97年的牛。啊、嗯，他现在学的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嗯。他现在学的是会计，然后是研究生。他想问一下师傅，他要不要换专业？因为现在会计的移民分数比较高。会计的移民分数是高还是低啊？高啊，现在就是说比较难。对呀、啊嗯，对呀、啊。对，是看一下他要不要换专业，因为之前师傅说他先过来，然后专业到时候到了就会换了，到这边来就会换。他现在读了第一个学期。再等一会儿吧，明年吧，明年。明年过了年吧，嗯。今年过年是吗？哎、那就那明年是3月份开学，那就是说下一个学期就换是吗？可以换的呀，在澳大利亚换学科很正常的呀。嗯嗯，好吧。那就是大概是明年过年之后，对吗？是。对对对对。是他是选了，就是说有 IT 护理、幼教和社工，是不是看一下哪个会比较好一点？你去看哪个能移民的嘛，就读哪个呀。那几个都是可以移民的。移民嘛，我觉得他要是不怕脏。不怕累的话嘛，像社工啊、护理啊，其实在澳大利亚来讲都是比较紧缺的。嗯，明白。但他之前也没有基础，他之前学的会计。哎呀，什么基础啊？身体好一点嘛就可以做了。他身体一般吧。嗯，那个 IT 呢 ？IT 竞争很大。嗯。哦，就还是建议那个护理跟社工是吗？嗯，实在不行，社工比较好吧。社工是吗？嗯。社工的话我觉得还不是太难，而且用不着有的时候亲力亲为，像护理啊你要去做的嘛，对不对、哦、这社工嘛有些时候就是帮助别人啦、啊、比方说社会工作啦，家里有什么一些家暴啦，一些什么东西啦，嗯啊、妇女保护权利啦啊、嗯、啊些这一些社会工作吧，嗯，那他要与人打交道，他可能也不行，他也不行嘛，只能 IT 了。IT， 嗯，那要他自己想。那他要不要直接读博士呢？或者是？你要看他的，不要问我，看他水平怎么样。哦、就是好，我不能跟他说什么东西，我只能告诉他这个大概方向。第一方向就是找移民学科，第二就是英文要好，再怎么样偷懒总不行啊。他英文还可以，哎、那就可以了嘛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哦，那还要继续在原来的学校吗？他在 UTS 现在。可以啊 ，UTS 出来的学生很多都移民了嘛，嗯。嗯，好，那他针对这个事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呢？这个跟鱼有什么关系啊？嗯、跟鱼没关系的，跟小房子们讲起来，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，对不对啊？嗯嗯。嗯，对不起，是、大概多少张小房子？这个嘛，就是正常的范围当中。如果他有压力，读了觉得有压力，读了不好，那你就得，那你就得烧烧小房子了，嗯、对不对啊？嗯嗯。嗯，他现在还没有开始准备，就想问一下师傅，然后带他再去问一下这个具体的安排。嗯、没关系的、嗯、，IT 不就 IT 了 ，IT 也可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嗯，啊，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类别的，到了时候菩萨让他留下来，生出来一个类别。哦、我不是跟你瞎讲的、哦，你可以问问我们的东方电台有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，你就知道了。嗯嗯，好了。所以就最主要是他自己好好学佛念经，然后好好学习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嗯嗯，要菩萨留你下来，怎么着也得留下来。嗯，我告诉你。嗯嗯，对不对啊？嗯 嗯, 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下一个请师傅看一个70年的狗，他是想换工作岗位。之前师傅说他就今年6、7月份左右可以换，但是他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错过了还是怎么的，就没有换。请师傅看一下。再换呀。大概什么时候？没有什么时候，年11月份就可以换了。现十一月份是吗？啊，这个月就可以找了。哦，他现在就是领导在变动，他也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去对了找谁或怎么样。对了，就是趁这个机会，对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多事情就是变动就是机会呀、啊，动、哦、动嘛就能够找到些机会呀、啊，不动的话你就没机会了。就是找相关的领导是吗？对、啊、他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。嗯，他变个职位很容易。对，他就是想，有更多的时间跟师傅出来弘法。
那就变个职位嘛就好了。嗯、是一个岗位，对，换一个岗位就行。啊、只是换一个岗位，你再看看看看菩萨保佑他，他就能换。哦，就是说，请问师傅，他这个换岗位的事情的话，他有用三大法宝再去做，那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？嗯，那我刚刚给他看了一下。啊、哦，换岗位的事情呢，你叫他不要在乎钱。哦。啊、有一个。有一个黑黑的东西，好像钱很多，但是进去了就砸进去了。嗯，有一个黑黑的东西，好像钱，就说那个岗位可能钱很多，但是如果进去的话，可能就有对有点问题是吗？对，哦，听得懂吗？他那个工作的话，他不是在乎钱，他就是想换一个有更多时间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叫他不要去就在乎钱呀。那个黑黑的就是一个钱很多的工作，哦、嗯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嗯，再请师傅看一下，就是他在学佛之前有一笔钱，就是做生意的话就进去了，现在就是有机会，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有机会可以出来的，然后他就许愿那些钱全部要来弘法，想请师傅看一下他这个钱过年之前可以回来吗？数目也不小。他几几年呢？70年的狗。啊，不会全部回来的，扣掉很多，扣掉很多。他就找人去问那边钥匙嘛、嗯、对，嗯，混扣掉很多的回，嗯，被人家、哦、其他人还要拿掉一点的，嗯，哦，那他要这个事情还要取小房子跟鱼吗？他也用三大法宝再去做要，嗯嗯，大概是多少张？56张小房子吧。还要56张是吗？他之前、嗯、他应该有许愿21张、嗯、鱼呢？往生鱼300条，嗯，300条，就过年之前、嗯、大概是过年的时候。嗯，不知道，好好去努力吧，好吧。好，行，请师傅加持他顺利祝愿墨尔本法会。嗯嗯，好了，还想跟师傅、嗯，哦，还最后请师傅看一个莲花8806，对不起师傅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嗯，还在，嗯。还在是吗？嗯。好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啊，请师傅加持弟子多开智慧改毛病，然后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嗯，师傅辛苦了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师傅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师傅。哎，哎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、师傅，你好、啊。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师傅看一个98年，嗯，属老虎的好不好？98年是吧？98年属老虎的，他是3月19号生。98年属老虎。嗯。98年属老虎。98年属老虎的。男的，女的？男的，男孩。看什么？讲吧。嗯嗯，看看他怎么样业障能把他现在搞成，就是他很不听话，然后呢跟我们对着干，现在好多了，我刚念了大概几千张小房子，好多了，你看他需要多少小房子，身上什么样的灵性在身上？跟鲁爷讲话，鲁爷好。你好。鲁爷你好。鲁爷好。嗯嗯，你好，现在很乖了，我去做义工了。现在他现在我现在很乖了，我现在跟我妈一道去做义工了。嗯，你是好孩子啊。感恩老爷爷，感恩菩萨。嗯。感恩老爷爷，感恩菩萨。嗯。要请老爷爷加持，保佑我更好。请老爷爷。老爷爷加持我，保佑我。更好。嗯，叫老爷爷一样。用不着叫卢爷爷，叫老爷爷好了。卢爷爷。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还快赶快给他念呐，身上还有、啊、嗯，身上还有是吧？啊，有没走掉，嗯，这孩子人挺好的、身上那个灵性很麻烦的，嗯，身上一个灵性，什么样的灵性啊师傅？像一个老人，瘦瘦的，嗯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嗯，还要多少小房子呢？你别用这种态度跟他讲话、哦、好吗？对不起，哦，太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想找麻烦的话，你就弄好了，他搞你儿子很快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太好，对不起，嗯、我欠着债一定还，是我们不好。啊，他都听着的。刚刚你儿子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身上一阵一阵鸡皮疙瘩都起来的，然后我再一看，就是一个老的，瘦瘦的，好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嗯。我跟他许愿，放1万条鱼，然后呢，小房就是108张，108一拼命在要在。啊，念的时候不能有怨气的，好吗？我没有怨气，我们一直好好的还债、啊。好吧，忏悔，多忏悔。对，好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忏悔。上辈子的冤结，这辈子还，
要如理如法，不能有怨气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爷爷，因为他爷爷以前活的是聋哑人走掉的。哦，是不是瘦瘦的啦？嗯，瘦瘦的聋哑人，嘴巴有点瘪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啊，脸是长长的，嗯。对，因为我做梦，我做过他梦，因为我一直跟他，我经常做梦做到他，我一直跟他也跟他写名字念他的阿弥陀佛，这个念，对老人家一直念。然后呢，我做有做梦，是不是？但他今生没有杀生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祖宗有没有杀生？我做梦他有很多那个，做梦他晒很多牛肉，就是牛啊。好了，不要讲了，就是啦，你要帮他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事情都是抱到孩子身上的。对。好啦。嗯，就是我开家是应该我怎么做才能如理如法能够小房子呀、啊，念小房子呀、啊，嗯，念小房子呀、啊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好。好吗？好的，嗯，好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能帮我能看一下我这个颈椎啊，我是72年的1月1号生，因为我是属猪的，这个颈椎一直痛，害我痛经痛得不得了，每次痛经来就像生场大病一样，哎。你自己要记住啊，脖子呢，我讲给你听，用热水敷，然后呢念姐姐咒，每一天要念79遍。哦，姐姐咒连续大概要3个月。好吧，那一边用热水敷，一边3个月这么念，就会好起来了。那么痛经的事情呢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念心经和这个往生咒。嗯，好吧，心经好，那就是专就是这个心经就是许愿，就专门为这个痛经这个念。对啊，你就是说妇科就好了嘛。哦，好吧，因为你要记住，因为你要记住啊，像你，我刚刚看你呀、啊，稍微看了一下，就是说情债还是欠的很多，明白吗？对，年轻的时候欠情债啊，你甩掉过2个人呢、啊，你明白吗？对，师傅，你讲的特对，对，忏悔忏悔，对，忏悔忏，向观世音菩萨忏悔。我现在许愿要100，我现在正在念许愿108遍小房子，许愿108遍礼佛，就针对这个妇科这个痛经在念呢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任何因都有果的，明白了吗？那我身上灵性有啊，现在。灵性啊。灵性散灵啊，在肠胃上，嗯，肠胃上的，嗯，你不能吃凉的，你凉的一吃肠胃就不舒服了。哎呦，我一点都不能吃，一吃凉性就完了。哎，跟你讲吧，好吧，好的。师傅，你能不能再看一个？我看有一个同修叫我该问一个，是中国的，等一下我找不到他这个微信，找了半天找不到了，怎么回事？找不到嘛，没办法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你马上找到了，我已经打开他的微信了。他问他这个孩子，这个人呢，怀孕几次都是被，就5、6个月就流掉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几几年的啦？我在找哎。找嘛就算了，怎么这样的啦？浪费这么多人的时间呢，你担得起的？哎呦，那找不到算了，真找不到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家有没有灵性？72年是。好了，不能问了。哦，好的。好了，再见。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感恩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师傅，您给看一个那个1999年属兔的女孩的图腾颜色行吗？99年。99年属兔。白的。白兔，还有一个就是1968年属猴的图腾颜色。19几年？1968年属猴，女的。1968年属猴，想看颜色啊？对。有点偏灰色。偏灰色，那穿什么颜色、稍微深一点的都可以。稍微深一点。比白的稍微深一点。比白的稍微深一点。好的，师傅，您能给看一个亡人吗？讲吧。张温慧，弓长张，温暖的温，恩惠的惠，1976年去世的。恩惠的惠就是车薪惠是不是啦？对。张恩惠，张什么惠啊？张温慧，温暖的温。温暖，张温慧，张温慧，女的是吧？对，女的。几几年的？76年去世的。
你想看什么？看他在哪里啊？对，想看他，因为我他这是我姥姥，我妈妈曾经梦见他那个说住在一个金色的房子里边，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想说这个意念，当时就说这个金房子不是说白长住的房子是金色的吗？在梦里是吧？对。金色房，但是我现在看他不住在金色房啊，我现在看他住在阿修罗道啊。那是不是因为老家有人会上坟，就他们每年都会上坟，烧很多纸钱下来了？哦呦，嗯，那还需要多少小房子把它抄上去啊？82张小房子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师傅你好。你好。请看一下1962年属兔的女的，她是1月份的，她自己不知道是属兔还是属虎的。她想知道属兔还是属虎是吧？她主要想看图腾。好，看图腾。她自己不知道是属什么的。啊，几几年呢？她是1962年1月份的。他说两个生肖是吧？一个属兔，还有一个属什么？一个属虎。那我现在看到一个图腾是属虎的，我描绘一下他的脸。你认识他吧？这个人，我描绘一下他的脸。我不认识。哦，不认识，哎呀，真的麻烦。我描绘一下他的脸，啊，稍微有点偏胖。师傅，对不起，他是1952年1月份的，我说错了。哎，你看，属兔的，你看了吧？52年一月份，那嘴巴有点瘪的，你去看看他，啊、你去问他是不是嘴巴瘪的？这个鼻子到嘴巴这个人中这个地方特别短。啊、嗯、啊，眉毛有点倒刮，一点点往下的。啊，师傅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是08年查出乳腺癌，做了乳房切除手术，12年呢又肺癌，做了肺切除手术，一直就在那个看病，定期检查，一直在做 CT 检查。他想问，做这些检查对身体是否造成了伤害？肯定的了，人家去检查，哎，你去看看医学杂志，你在网上去搜购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很多病人没病的检查都出来，检查都出病的，他很多的辐射特别厉害，明白了吗？师傅，他现在主要问题是喉咙沙哑，发不出声。他想问他身上是有灵性还是家里有灵性？身上是有灵性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86。放生。3000。3000。他还有流产的孩子吗？他应该是属虎啊。嗯，是吧？嗯，他想问还有没有流产的孩子没超度走。我在看。嗯，有个女孩长得蛮大的。嗯，啊，最后同修想问一下，他现在这种情况是选择西医还是选择中医再看一看？他要长想稍微延一点寿命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调理了，找中医是吧？嗯，他再这么折腾下去很快就走人了。嗯，师傅能给开设一下大概在哪个方位找医院找大夫？家里附近有个医院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中医。嗯，家里附近出门左手。左手。嗯，好，左手之后再往左手后面。嗯，有个医院。好吧。嗯，好好好。师傅能再看一个1990年属马的女的吗？她想问身上有灵性吗？没有。哦，只有黑气。她业障比例是？只有黑气。嗯，只有黑气。有黑气。嗯，头上。啊，头上有黑气，脑子搞不清楚。啊，嗯，对，他想问他有没有魂魄不齐，他有说就是不在状态，就是不齐啊。我
我刚刚第一句话不是说脑子搞不清楚、哦、脑子搞得清楚的人魂魄当然起了，搞不清楚才魂魄不起呢。哦，那他业障比例大概是多少了？二三。嗯。哦，他在修行上有没有违愿，有没有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？没有啊。女的。哦。女的，女的。很好 啊，蛮老实的。嗯。是，他修行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蛮老实，他不会出去乱搞男女事情的。嗯。嗯，是。嗯。他还想问，有还欠情债吗？还有多少尘缘？哎，过去的，过去的，那现在，现在已经跟过去不能比了，老很多了。嗯，嗯，明白了吗？嗯、那他还需要，嗯，是，他想去澳洲，他想问什么时候能有缘分，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努力呢？没什么努力的，你要看的，你要来嘛，旅游嘛、嗯、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申请个签证了，旅游签证。他想去师父身边。嗯，再看吧。这个要看好吗？主要啊，那好好，主要要好好的努力，要跟菩萨讲，好吧？嗯，好好好。师傅能带上亡人吗？讲吧，快点。何心如，何心如，姓何的何，草字头一个心脏的心，如果的如，女的。何心如是吧？对对对，何心如，2015年的往生。嗯。身上还有业障，阿修罗。嗯，哦，嗯，他还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65。嗯，65是吧？好吧。嗯，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嗯，同修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嗯，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